对。兄弟们，现在都九点了，阜阳市长都下班了。刚刚有个粉丝说要一台15PM， 搞得我马上跟那个老板发个信叫他等一下。我也搞不懂了，为什么都喜欢要15PM？ 15PM 是不是因为电池大点，续航好一点？然后我赶紧现在赶紧过去吧。我刚才给他发信息，那个15PM，那个还有啊？有啊。有，拿我看一下，那个粉丝要。你看他柜台现在都收了，马上都下班了。就这台是吧？只有这台是吧？过来，啊，就这台啊，这个是港版的啊，电池92的，15 Pro Max， 512G 的，这个白色的，这个外观成色都还比较好啊，看边框，你看也是没有一点那个划伤的，啊，要是有问题就是一点点小的磕碰啊，这也还好，就一点点啊，这个什么价格老板？哪一个？对，就这个。有个点是吧？对，有一点，这算是小花吧。6800啊，6800。行了，你要下班了，我直接拿着算了。我有问题直接过来，有问题的话直接过来找你好吧？对，我直接付钱给你算了。行。对，我少给你吧。你微信在哪里？这个。好。那就算了，有问题就跟你说。对，你那个抄一下串号，抄了没有？好了，记一下。对，他那个要抄这个串号，有问题就直接过来找他就行了。他对着那个机子那个串号，证明是在他这里买的。对。好，就这台啊，我们就自己拿下来啊，就这样。别人都已经全部收了，都下班了，不耽误别人下班了。好，就这样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好。